少子化的社会之下呢，第一个大家买车不用买大，第二个大家买车不买贵。其实我一直很想生三宝，但是我觉得因为车子坐不下。爱大为什么不敢多生？是因为他有选择障碍，所以呢，买一台11人座的 MPV， 他就可以增产报国，多生5个。